Hello， 我係 Mimi， 佢係蒲仔。今日咧，我會教大家幾個普拉提嘅動作，針對咧係我哋肚仔嘅線條，會收收馬甲線噶，一齊去做啦！如果你同你嘅狗狗都想同我哋一起做运动，就快啲去买 Belkindor 嘅狗粮同 Neolado 嘅猫粮啦！集齐六个镭射标签，就有机会参加由我同蒲仔教授嘅 Yoga 亲子爱犬班啦！详情请参阅 Facebook 嘅贴文内容啦！翻嚟做我哋普拉提嘅动作啦，首先咧就系 Level One 嘅动作啦，我哋咧要将身体放平，脚放喺地下上边，然后咧慢慢抬起一只脚，脚趾尖要向上，脚趾咧要顺时针方向咁转动。每一次就做12下，中间休息一分钟，然后就要转另外一边脚啦。我哋会做三组嘅，然后就去到我哋 level 2嘅动作啦。首先我哋要将个人放平喺地下，慢慢抬高一只脚，然后就抬高埋第二只脚。每一下呼气都尝试将我哋只脚嘅转动，做一个铰剪脚咁样嘅动作。12下为之一组，中间可以休息1至2分钟，然后就做第二组啦。最后我哋就会做 level 3嘅动作啦。我哋会将只脚慢慢抬起，然后就慢慢抬埋第二只脚，抬至45度角嘅位置，之后将只脚慢慢向两边水平方向展开。每次呼气嘅时候都会展开，吸气嘅时候翻嚟。我哋会做12下为之一组，中间休息1分钟，会做三组嘅。以上嘅动作只是提供参考嘅啫。如果遇到任何嘅疑问咧，记得向专业嘅体适能教练查询啊。下一集我同蒲仔会教大家一个卷腹收腹嘅动作。如果都想减肚腩仔嘅朋友，记得留意啦。毛城城 MoCity 一站式宠物资讯平台，有齐全港各区兽医诊所、宠物店同美容店嘅名单，仲可以找到养得宠物嘅楼盘，记得上毛城城 MoCity 啦。